着一身休闲的装扮，甄子丹今天与导演李仁港、同片演员吴尊一起为主演的古装动作片《锦衣卫》造势。谈到与吴尊在片中的演出，甄子丹非常推崇吴尊。吴尊是非常有那个拍动作片的一个潜力。如果他要拍动作电影，我相信他肯定是会变成一个动作巨星，因为他具备了所有动作片的一个料，无论。当然他长得很帅了，还有就是个子啊，还有他的身体型啊，还有他的运动的细胞，完全只是具备了拍动作片的条件。在走红之后难免是非多，不过甄子丹仍然维持爱家好男人的形象。今天老婆汪诗诗也随丈夫来到台湾。请问一下，对另一半的表现满意吗？肯定是功夫之王，那个我敢要，那个牌我敢要，功夫之王。床上功夫之王吗？当然了。在《锦衣卫》一片中，甄子丹不仅要与吴尊对打，还要不时露出健美的肌肉，与赵薇谱出一段感情。台湾《醒报》记者苏玉文、童一轩采访报道。